感谢您的陪伴，谢谢你一直都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后疫情时代大重构》。这本书讨论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提出后疫情时代这个议题的著作，它写于二零二零年六月，也就是疫情爆发刚满半年的时候。当时疫情已经波及全世界，有近五百万人确诊。 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停顿、交通封锁和贸易管制等现象，许多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濒临崩溃，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呼啸而来，世界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率先提出了后疫情时代的议题，并完成了这本书。他们从经济、政治、环境。 技术、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对疫情的影响做出了评估，也对未来世界的格局做出了预测。能论述这样宏大议题的，肯定不是一般人。他们其中一位是世界经济论坛，也就是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 这个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数十年，是当今最受瞩目的国际峰会之一。每年都会云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和企业家，就全球经济、政治、科技、环境等重大议题展开讨论。施瓦布是德国人，但他并没有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而是能持中立的态度看世界。他与中国往来密切，是荣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十位国际友人之一。 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他对促进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合作方面的贡献。他具有开阔的视野以及出色的制定议题的能力。书的另一位合著者蒂埃里·马勒雷曾求学于巴黎索邦大学和牛津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法国总理办公室任职，同样具备政界、商界和学界的多重视野。 不过，我必须提醒你的是，因为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比较早，当时疫情对世界的影响正在急剧变换，很多大趋势并不明朗，所以作者对许多问题也没有给出定论，甚至已有的结论，如今看来也不一定就准确。这本书虽然书名中有“大重构”三个字，让人有所期待，但从实际内容来看，它并不是要为未来的世界设计一份完美的重构方案。 而是着重谈疫情对世界各个方面造成的影响，所以我希望你能抛开这本书的时效性，重点关注他提出的很多有价值的议题。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作一个议题的容器，即便在多年后，疫情已经彻底结束，在新闻里再也看不到关于疫情的内容，但是这本书作为曾经的议题容器，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所以，我觉得解读这本书最好的方式是尊重作者的用意，把书作为议题的引线，加入更多的外部视角。第一部分，新冠疫情从二零二零年初开始，已经被我们反反复复讨论了一年多，和它相关的议题几乎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那么，围绕疫情的议题，还有哪些被我们忽视的角度呢？ 在解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会结合其他学者与观察家的著作和文章，以及我对一些专家的采访，希望能为我们看待疫情提供更多元的视角。首先，只要提到疫情，我们都不得不提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是这场全球性疫情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在我们常见的媒体描述里，有很多专家都将这场疫情称为“黑天鹅事件”。 也就是说，它是在人们预料之外的重大突发事件，但事实上是我们不自觉的忽视了的一个事实。这本书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份的时候就提出，这不是一只黑天鹅，而是一只早在预料之中的白天鹅。全球性疫情是一桩确定性极高，而且必然会发生的事。 多年来，施瓦布创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都一直在发出爆发全球性大流行病的预警，甚至明确提出，疫情将出现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并将借助人类的出行和贸易网络，迅速突破卫生防范措施，扩散到全球各地。 在二零一七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多个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还联合成立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他们与许多大型生物制药企业和疫苗研发机构合作，希望能加快疫苗的开发速度。当然，关于全球性大流行病必然到来的论断，并非这两位作者的首创。比如，英国的医学史学者马克。 霍尼斯鲍姆在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的众多瘟疫之后，就在《人类大瘟疫》这本书里提出，未来全球性的流行病将会不时的出现。这也就意味着，在新冠疫情之后，未来还会有其他新的全球性疫情。对传染性疾病的全球防控将变成一项长期的国际议题。在新冠疫情这场大流行病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埃博拉病毒的局部爆发和 H1N1 流感病毒的流行。 前者的致命性更强，后者还曾经引起过全球性的大流感。应该说，世界各国都有防范流行病的经验。那我们到底是忽视了什么，才会导致新冠疫情全球扩散呢？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到底什么样的病毒最容易产生世界性的破坏力呢？我想，一种病毒需要符合这三个特征才最具破坏力：一是致死率不算太高，二是潜伏期比较长。 三是传播速度极快，具备这三个特征，就会让人在早期不容易发现病毒，即使发现，也可能会轻视病毒的危害性。它们可以趁机快速传播，而新冠病毒恰恰吻合这三个特征。它的致死率是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远低于埃博拉病毒或者西班牙流感病毒，但它的潜伏期比较长，能达到十四天，它的传播速度也极快。 所以，甚至有人夸张地说，新冠病毒是专门针对全球化的完美病毒。在全球化时代，一趟国际航班就可以让病毒跨越大洲和大洋，蔓延到全世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2003年的非典可能是新冠疫情的一次预演。这十多年里，病毒在不断迭代，全球化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3年，中国出境游人次是一千七百万。 到二零一九年，这个数据达到一点七亿，刚好翻了十倍。人类协作变得越来越紧密，跨国出行变得越来越频繁，人流和物流都在加速全球化。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到，许多亚洲国家之所以能迅速应对缓解疫情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吸取了防控非典的经验，在后勤和组织上做好了准备。 相比之下，许多西方国家在疫情冲击下损失惨重，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错误的把疫情当作黑天鹅事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结果病来如山倒。站在今天，我们都已经深刻感受到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致命影响，以及疫情之下生活中的各种改变，但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一次大断裂。 还只是一次大加速。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和观察家都做出了深入思考，但给出的答案却大相径庭。有人悲观，也有人谨慎的乐观。我们先来看看悲观者，比如著名作家《世界视频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提出，历史已经被分为 B.C. 和 A.C. 两个纪元。 他所说的 B C 和 A C 不是指公元前和公元后，而是指新冠疫情前 (before corona) 和新冠疫情后 (after corona)。弗里德曼说，原有的那个互相连接、循环反馈的世界经济系统已经关闭，这将导致一系列未知的混乱结果。 疫情在逐渐打破以往状态的同时，将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新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许多信念和假设都将会烟消云散。另一位持悲观论调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位年近百岁的国际问题专家，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众多历史风暴，同样给出了极为悲观的判断。他认为，新冠疫情将永远的改变世界秩序。 但也有人谨慎的乐观，像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何帆教授，在他的新书《变量三》里就提出，疫情对世界的改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他做了一个假设，提出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历史将会如何演进？他的答案是，全球化依然会黯然退潮，全球经济会继续萎靡不振，技术进步仍然会加速前进。 所以，他更倾向于认为疫情是一个大加速，新冠疫情不会凭空创造出石破天惊的新事物，也不会逆转已经出现的大趋势的方向，却能起到激化的作用。在这本后疫情时代里，作者的观点与何帆教授有些类似，但也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疫情之后世界将被彻底改变，但疫情并没有直接带来新的危机。 而只是加速了前新冠时期世界已经出现的种种危机，所以疫情迫使人类正视前新冠时期世界的老问题，比如全球化局部倒退、中美持续脱钩、自动化加速发展、福利政策呼声提高、对外来移民的恐惧增加等等。 除此之外，疫情还可能导致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重新调整社会目标的优先级，会更多的考虑公共利益，采取更激进的福利和税收措施。作者在书里列举了疫情对经济、政治、技术、环境、人性等因素的影响。我觉得这里特别有必要拎出来说的是疫情与技术的关系。为啥要谈技术呢？这不仅仅因为施瓦布是一个技术控。 更重要的是，关注技术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前面提到的大加速发生在哪里。技术的发展与疫情的传播密不可分，在这场疫情中，技术不仅成为必不可少的防控工具，技术还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施瓦布对技术变革有长期关注，他在2016年出版过一本《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书中详细阐述了数字化、物联网、3D 打印。 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变革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他说，技术和数字化将会改变一切。显而易见的是，社交隔离已经促进了在线办公、教育、购物、医药和娱乐等行业的改变。书中谈到，短短一个月内，许多科技应用企业就实现了跨越多年的发展。对于精通数字技术的企业来说，这是好事。 但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则前景非常堪忧，甚至可能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书中引用了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话，指出社交隔离的相关要求让万事万物实现远程化，让大量技术的应用提前了两年。如果社交隔离一直持续下去，原本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就会被慢慢取代。 社交隔离为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很好的土壤。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被用于仓库、超市和医院等各种场合，完成货架扫描、保洁、配送等各类活动。许多技术原来离实际应用还有很远的距离，比如远程医疗、无人机配送，但企业、消费者和公共机构现在正在发力，快速推动这些技术的应用，从而节约运营成本。 作者谈到，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雇主就会采用自动化技术取代低技能的工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可能受影响的，自然是从事常规性工作的低收入劳动者，比如制造业、餐饮业、运输业的工作人员。金融学家香帅在他的财富报告里说，数字化趋势不可逆。 而且被疫情大大提前了，至少加速了六年时间。数字化的未来会是一个分化的未来。所谓分化的未来，就是指过去的纺锤型劳动力市场会被杠铃型劳动力市场取代，中等技能和中等收入的岗位大幅缩减，其中大部分劳动者只能下沉到数量庞大但是收入极低的低端岗位，极少数则上升到收入快速上涨的高技能工作岗位。 中间的缓冲层消失，两极之间渐行渐远。我们将会看到，有的人被困在数字化系统里，甚至会被系统替代掉；而有的人则会因为数字化系统而变得更加强大。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也有描述。他说，在算法统治的时代，很多人只能成为算法的材料，被算法控制；但有一种人是不受算法控制的。 他们就是控制算法的精英，算法不能理解这些精英，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需求。这些人才是世界的主人，他们站在算法系统背后做最重要的决策，他们是未来世界的主宰者。他称之为神人。说到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疫情与技术发展之间有一条清晰的逻辑脉络，那就是疫情导致社交隔离，社交隔离导致自动化需求提升。 需求提升导致技术发展加速，技术加速又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化，最后导致失业率提高，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在《后疫情时代》这本书里，作者做出大胆预测，他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失业率必定会上升。不过，他们同时认为，新的生产方法和工具可能催生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创意浪潮。 在全球范围内，技术进步可能会促使成千上万的小微企业爆发式的涌现，有望创造数以亿计的工作岗位。比如，我们看到今天的网购、直播、短视频都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是之前所未能料到的。第二部分，好，说完技术变革，我们肯定绕不过经济问题。我们都看到，疫情迫使很多生产经营活动暂停。 国际贸易中断，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大家有目共睹。那对于这种衰退，都有哪些解释的角度呢？我从这本书出发来为你介绍一下。首先，当然是这本书里的角度。在二零二零年六月的十点，作者对现状做出了极为悲观的判断。他们认为，疫情使供需两端都陷入危机，使全球经济出现了一百多年来最严重的衰退。 而且，这种衰退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本书写于二零二零年六月，当时正是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的时刻，失业率陡增，GDP 呈现负增长。随后几个月，经济有所恢复，但从全年的经济数据来看，仍然不容乐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二零二一年初的估计，二零二零年全球 GDP 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约为负百分之四点四，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最大幅度的萎缩。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也显著萎缩。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影响，全球国际贸易在二零一九年就已经出现了萎缩。 二零二零年受疫情冲击，国际贸易萎缩幅度进一步扩大。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学家何帆的观点，这就和本书的观点不大一样了。他认为，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全球经济同样会继续萎靡不振。他在变量三中说，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并没有得到根治，收入不平等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在二零零八年的危机过后，全世界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因为没有有效的全球经济政策协作机制，也没有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这场疫情将会进一步加剧富人和穷人、富国和穷国的裂痕。那么，这场经济衰退将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才能按回重启键，开足马力发展经济呢？本书作者有些悲观。 他们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力市场全面复苏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病毒被彻底控制或击败之前，全面的经济复苏是不可能实现的。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短，一方面取决于疫情将持续多久，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解禁之后各国经济措施的有效性。即便疫情短期内被控制住，也极有可能出现反复。任何在防控上的掉以轻心。 都可能让疫情卷土重来。疫情中，许多国家果断推出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比如降息、减税、启动量化宽松政策、扩大公共支出、提高财政赤字规模、为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提供应急资金、发放失业救济金等等。许多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在危机中出台，比如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成为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 在西方，越来越多的机构呼吁政府干预，用财政资金为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兜底，这也是一反常态的做法。那么，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前景究竟如何？作者认为，随着经济复苏的开始，前期的增幅可能会比较高，因为疫情导致增长的起点降低。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总体经济规模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不过，我认为更有价值的议题是，作者强调，疫情应该促使我们反思考察经济发展的指标问题。经济总体规模固然重要，但更要注重收入平等问题，缩小贫富差距。其次，需要更好的监测经济的韧性，判断经济发展的健康程度，要将制度、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创新环境等要素考虑进来。 另外，还需要追踪国家在危机时刻可以动用的资源情况，包括经济资源、食物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最后，还要处理好社会安全和公平问题，把解决这些问题都纳入公共政策的目标。如果这场疫情能让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更加理性，改变过去单一追求数量和速度的状况，那也算具有一定价值。 最后，我们来谈谈地缘政治，这是书中提到的重要议题，也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最牵动人心的议题。在一场全球性灾疫面前，所有人的命运都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确诊病例，那其他人就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人类需要和衷共济才能渡过难关，但我们看到的却是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失灵的局面。 作者为我们描述了逆全球化的种种表现，比如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抬头，国际组织在全球重大议题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美国退出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一些曾经高度依赖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不得不想办法自力更生。不过，中国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并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维护者。 但总体而言，全球政治格局陷入了混乱无序、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不过，作者提出，逆全球化进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缩短全球供应链不仅极具挑战性，而且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书中举例说，如果美国真的要彻底和中国脱钩，那么美国企业必须投入数千亿美元来建设新的工厂。 政府也必须投入巨额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包括机场、交通枢纽和房产，这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那么，既然逆全球化有所抬头，各国应该如何应对呢？作者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是经济区域化。近年来，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都得到迅速发展。 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屡创新高，而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也在不断增加。这说明区域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化的替代品。在本书提到的这个议题上，我觉得何帆老师的观点也特别值得你了解。针对逆全球化的问题，何帆教授提出来一个本土时代的概念。 他的变量三副标题就是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期待的是借船出海，跟国际惯例接轨，用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但在本土时代，我们要造船出海，建立自己强大而牢固的经济社会体系，从自我深处找到更雄厚的基础和更强大的力量。那么，在本土时代，具体要怎么做呢？ 何帆认为，必须完成五项修炼才能升级过关。第一项修炼是唤醒本土力量，无论经历多大的打击，必须先活下来。要想活下来，唯一能够依靠的是自己原有的一切：体制、组织、人才、技术、流程、平台，把原有的资源转化成全新的力量。第二项修炼是构建本土网络，巩固自己的基本盘。 要遵循效率和安全并重的原则，所有重要的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都需要从头再做一遍。既要积极参与外部的大循环，但同时也要确保内部的小循环畅通无阻。第三项修炼是加快本土创新，你要比竞争对手跑得更快。面对外部压力，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变得更为迫切。第四项修炼是培育本土意识，这种本土意识。 来源于一群人在共同经历下产生的共同情感。过去，我们以为一切皆有预知的标准答案，现在却认识到，我们只能自己寻找答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答案，那么我们就是创造历史的一代人。第五项修炼是实现本土福祉。最大的政治是让本国的人民满意，最大的经济也是让本国的人民满意。 所以要花大力气解决民生问题，这可以拉动投资、刺激消费、创造就业。总的来说，面对逆全球化的到来，我们在呼吁全球合作的同时，更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这是最有确定性的部分。好，关于这本书的精华部分，我就给你解读完了。 就像我在一开始所说的，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抛出了很多世界性议题。这些议题看似宏大，但实际上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个人的荣辱兴衰、成败利钝，都逃不脱时代巨浪的冲刷。在解读过程中，我除了还原书中观点外，还为你介绍了托马斯·弗里德曼、霍尼斯鲍姆,姆、基辛格、何帆、香帅等人对疫情和时代的判断。 他们每个人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也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这让我们在应对时代风云变幻时有了更多趁手的武器。霍尼斯鲍姆曾说，人类在应对瘟疫时，几乎都会经历一个从傲慢无知到恐慌焦虑，再到歇斯底里的过程。也许在灾难中，相互猜忌、推诿、攻讦，是源于人的一种应激本能。 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包括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我们也很痛心地看到这个撕裂的过程。但我们应该用理性来克服本能，用合作来代替敌视。疫情给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都做了一场压力测试。我们相信，疫情早晚会退去，那些伤痛也早晚会退去。但是，这场压力测试的记忆会让我们刻骨铭心。 它促使我们去反思：对个人和社会而言，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以及如何才能创造和获得这些价值。